这个不正常。320克，六两五。刚刚在农户那里摘了20斤的那个梨，现在拉去顺丰那里，给小九寄过去，应该还能赶得过来。现在已经快5点钟了，不知道顺丰他几点钟发车。终于赶到这里了，今天可以发车了。这个快递费有多少钱的？啊？这快递费多少钱的？去哪里？柳州。尝试一下，因为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一个梨它是叫做黄金翠梨啊，它是1号梨，然后过段时间它还有个是3号梨。我们前面卖那一个呢，它是叫做黄金翠梨哦，它是属于黄金翠梨是最前面采摘的，这个是1号梨，后面还有个3号梨的，就是它大概是相隔外，也就是20天啊，半个月到20天这样子的。这一个口感呢，上面来说它是属于那种偏甜一点点哦，然后它的口感是脆的。我们之前那个呢，黄金翠梨呢，那个是属于口感，它是属于嫩，它是属于那种软嫩哦，软嫩多汁的那种。这个是属于脆口多汁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我要先发点给小九，让小九去尝试一下。如果觉得可以啊，我们两个吃完了觉得可以，然后我就再上架。如果我们两个觉得味道还不行，然后我们就不上架哦。这个怎么回事？没有实际接单呢？我都加钱了，加了50块钱进去的，还没有实际接单的，是不是太晚了？难搞了。这个车子呢已经接单了哦，等下就装上车，然后呢回平乐了，发到我们那边仓库去放了。因为今年的话呢，这个梨可能就是到此为止了。说句实话吧，你给我们说一下，是不是？我大老远跑过来这里，我肯定是想卖东西的，但是我看了那个梨的那个口感质量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做啊。说句实话嘛，因为我们做东西我们都是就是品质我们抓得很严的，只要我觉得它这个口感不是我想要的，我就不卖。说真的，因为这一个梨呢，是我试的时候哦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它在跟我们前面卖的那个黄金翠梨它是两个口感的。我们那个是属于叫黄金翠梨，这个是叫黄金翠梨1号梨，它还要过段时间还有个是3号梨哦，这个是属于中期的一个梨了。它的口感反正第一口下去呢是比我们以前的那个要甜一点点，但是到第二口它就淡了，淡水了，然后呢吃到心的那个位置呢，它有点我自己感觉哦，偏点咸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味道，所以真的我自己都接受不了，所以我就不想卖。我也跟小九说了，我说哎，就是今天就辛苦一点嘛，白跑就白跑了嘛，也没事，至少过来看一下就懂了这个品质怎么样嘛，是不是？并不是说有货就卖了，我们品质我们抓的这一块是抓得很严的。我整整开了3个小时的车，等一下回去又开了3个小时。真的今天是挺累的，反正等一下子车到了我就拉回去吧，纸箱放在人家这里老板娘也说了放在他这里没事哦，但是他有时候不注意的时候，他们员工有时候要拿来装东西发货的时候呢，会拿我们的纸箱去发货，他也看不到就是老板娘人还是挺好的，他说你可以放这里也没事，但是他们拿走我也不知道他也拿走他也不好意思，说真的是不是？所以呢没办法，反正来都来了，找个车拉我去吧，差不多500块钱拉完这个纸箱跟泡沫格，这个成本应该是在八块钱一个箱子，我刚才我数了一下应该是有200多一个，那就1000多块钱吧，花个几百块钱把它拉回去那边放着，到后面看一下有什么东西能用的就用那个吧。反正今天就是白跑，到现在为止就是早中午那时候在街上面吃了一个粉，到现在等下又直接赶回去了，回到家再煮点东西吃就可以了。唉，生意难做，朋友们，真的没那么好做的。